盘点全网那些单身久的女人。哎呦妈！哎妹，哎哥，你怎么来这里啊？哦，我过来买两件衣服啊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事。你好，我是他哥。你好，我是他嫂子。哎。哎，把你的手给我拿开啊！别趁我姐妹喝多了，你搁那嘎占便宜。不懂，美女，谈恋爱吗？没有。美女，结婚吗？美女，生孩子吗？嗯。好啊。哎呀妈，不对劲。哎，来啊来啊来啊。这车优惠多少钱？这车优惠20000。嗯，还能优惠点吗？嗯，我这边还能优惠你5000。那有什么赠品吗？赠品啊，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。我也不知道。你慢慢想，没事，你看看车，我看看你。伤人心是线，勇敢地靠在陌生的肩，黑色的眼线，你的指尖。大哥，能帮我个忙吗？我帮你扫码啊。你会人工呼吸吗？不会啊。那我教你啊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医生，不是护士，学这玩意干啥呀？我现在喘不上来气，你快帮我人工呼吸。你他妈想吸我阳气呀、啊？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男的呢？好害怕呀！草原我的马术，我想咋耍就咋耍，龙争虎斗比烟花，十总给你一个家。That's good。哎，美女买单。先生您好，您一共消费3000。其实我儿子喜欢你好久的。你儿子多大呀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安排你们10个月之后见面。8个月行？打扰了。8个月行，我再忍忍。再忍忍。不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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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干啥呀？哎，不行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，8个月。姐。啊。你这不是咱们顶北主干那的后粉啊？真的。天天不穿衣裳，搁屋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是不是这份子是他洗澡还不好管你，那我去看看。烦死了，我弄弄这两天作息都不规律，他有那时候出来有那时候不出来，你说这回我是瞪他还是不瞪他？嗯，没有见啊。那你搁这收着，他出来你喊我啊。老弟呀，那结束了，来坐着吧，那姐姐也喝。扬眼转半天了，喝点啥？喝点啥？喝点酒吧。来点白的。过节了，过节了。这多好啊，这腰是不是特别搭？真的。来了，哎，这劲儿。懵了。白的皮的。随便，看你心情。喝好了做朋友，喝不好做夫妻。小宝贝儿，太宝贝儿了。这么快乐了。喝酒了，慢慢处。简单喝口啊！简单喝口啊！我们夫妻俩敬大家，祝你们新年快乐啊！夫妻俩点点滴滴了，幸福快乐！喜欢就点个关注呗。